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古》节目。那在上一集里面呢，我们谈到了需要和想要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继续要来谈谈该要和能要。这是师父呢，在今年所发起的“我为你祝福”里面所谓的“四要、四感和四福”这几个活动里面之一。那我们请师父继续来为我们分析，他为什么要提出四要？那么该要和能要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呢？师父您好，陈小姐好。是，师父，上期我们谈了需要和这个想要，那您说还要再分清楚该要和能要，是不是首先就该要和能要这两点，请师父为我们开示一下？想要的，如果要得到，而是能要的。而是该要的，不一定为自己要。那虽然也是讲想要，那还是可以要啊。我为社会大众要，我为全人类要，我为这个时代的环境要。这个呢，对我来讲是想要，对这个社会环境来讲需要。社会环境需要，比如说我们要提倡环保，是提倡环保，这是我们想要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变成怎么怎么怎么，这是对我来讲是想要，对整个环境来讲是需要，对未来的环境来讲也是需要。这想要便是大众的需要，未来的社会的需要。那么这一个呢，下边就要提到能要或者是该要。有许多的人是不切实际的，自己的能力不够，自己的环境的因缘呢不能配合，那就是老是在做梦，像就是说我要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。我曾经呢有一个朋友给我许了一个愿，当时因为我很喜欢看书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我将来要开一个大书店，出版的书以及人家来给我的书，这个销售的书，我每一本都送给你一本。这个是一种狂想。为什么要这样子讲？一定要开一个大书店才能够啊，一本一本的书给我。为什么不说一个？将来办一个图书馆，不是更好吗？将来自己有了钱，要办个图书馆，不是更好吗？但是呢，为了我一个人，他要开一个图书馆，应该范围更大一点，不是为我，而为许多的人，这个意愿可以的。问题是，他做得到做不到？自己又不读书，自己也不赚钱，就在那梦想。所以到现在为止，这位答应我要替我做图书馆的那个人，现在他自己什么也没有。那这种就是梦想。那见到我，他也老了，见到我的时候啊，对不起，你当时我答应给你一个图书馆，结果到现在还没有。我说我现在我有图书馆，你到我的图书馆来。那么这个就是梦想。梦想不是坏事，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能力。这个能力一个是呢，自己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能力，第二个没有这个能力要想培养这个能力，能力不够要培养。还有呢，能力不够培养得起来吗？有的人根本不是读书人，他一定要说我将来要做教授给你看，这是乱讲吗？自己读书都不想读，也根本不是一个读书的料子，你这样子当教授给人家看，这是说的狂话，这是教不到的。还有是说将来我要娶老婆的话，一定要娶一个这个百万富翁或者亿万富翁的千金，凭什么你娶这么一个老婆？你怎么娶得到她？这不凭什么？那你一定要付出怎么样的努力？付出怎么样的努力不一定取得到。这种，这叫做
不能要的事情他在想要。还有呢，要了以后你会犯法，可以要抢吗？这个那就是该要不该要了，变成了不能要的不可以要的，自己没有这个能力，但是呢一定要要到手不可，那就是犯法了。这个女人不应该让你要的，你非要她不可，结果你抢了或者你强暴了，那钱不应该你的，那你怎么办？你去抢银行去了，绑票了，这个就是变成不能要的人非要不可，就变成要到是不该要的东西。是，那不该要的东西你还能要吗？那当然不能要，要了以后怎么样？有的人说现在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绑票，我到大陆的时候啊，因为大陆的有位居士告诉我，他说我们现在大陆呢有这样子的一个口号，他说啊，人活在世上啊毫无意义，不如去干一票，干一票吃一杯。那如果倒霉破案了，反正这个人活得没有意义，死掉了没关系。所以因此呢，在大陆这犯罪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个观念上啊有问题。那就是拿要到的是什么？要到的不该要的东西他们去要，不能要的他们要，不该要的他们要，结果他们犯法。是，那这个呢自己倒霉，人家也倒霉。是，那这个世界上是完了，就永无宁日。永无宁日。是，所以师父说需要的不多，想要的不少，需要的才要，想要的不重要。是，师父能不能再把这完整的告诉我们一遍？你刚才讲的那个没有错啊，下面呢能要的该要的才要，不能要不该要的绝对不要。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那也希望大家都能谨记这四句话，分清楚什么是需要想要，什么是该要能要。我想呢这样可以减少不少烦恼，又带给你比较多的快乐。也请你在下一集继续一起跟我们分享佛法的智慧。